是我们刚开始在中介看的一套二手房，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老的小区里面，然后你可以看这户型其实也挺老的，是老式的两居，然后中间是一个暗厅，实际上它没有窗户，然后南边一个卧室，北边一个卧室。但是当时我和我先生考虑是就是两个人住，所以我们就把南边光线好的卧室作为客厅，然后把北边的一间小卧室作为起居室，当做卧室使用。我当时特别执着的想要一面绿墙，我也不知道当时脑子是进水还是怎么着。然后当时我是最开始规划是贴那个墙纸，但是比如说像接缝啊这些地方处理不好，这面墙最开始是白色的，后来我找师傅重新贴了一面绿色的墙纸，然后到最后又重新刷成了绿色的漆面，其实折腾了还挺多次的。我当时选了这个绿色的墙，当时就想着金色应该挺搭的吧，而且我又特别喜欢黄铜这种材质，因为它不会像一般的材质一样经过时间它就会变得特别显旧或者是不好看的那种，它会越来越好看，它会自然氧化成为一种特别独特的一种颜色和光泽，所以我们家很多东西都是黄铜材质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那个黑板墙的那一面实际上刚开始也是白色的墙，但是我觉得中间那个厅有点太单调了，只做了一个餐厅使用，然后是我们住进来了以后我自己刷的一遍黑板漆，当时黑板漆的颜色也选了很久，但是还是选择了传统的这种黑灰色的，然后画上比较亮的颜色的壁画就会显得整个屋里面更加有生气吧。其实家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但是也没想买到特别合适的，就干脆自己做吧。然后床头的那个搁板，当时因为我们家卧室比较小，然后两边如果都放床头柜的话就会特别的挤，所以我当时就自己剪了一块木板，松木板，然后给它喷了一个白色的漆，然后用两个皮带直接把它固定在墙面上，然后这样的话底部也不占空间，然后也可以放一些平常运用的手机啊纸巾啊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阳台的这个灯也是我自己编的，它原来就是一个宜家的一个破了的一个灯罩的一个架子，骨架我留下来了，然后我就重新拿棉绳给它编了一个灯罩，然后这样挂在阳台上有光影的时候也特别好。在家吃的还挺多的，我们有时间的话一般都会自己在家做饭吃，所以我当时就很执着的想要一个圆桌，因为我喜欢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的感觉，而且我们家餐厅也是没有电视机，我喜欢大家边吃饭边聊天，然后讲一下一天大家发生的事情啊，大家一些话题更有一种家的感觉。朋友都还挺喜欢到我家来玩的，因为原来我住在这的时候我们家小动物比较多，然后在客厅晒晒太阳，撸撸猫，逗逗狗，大家都还挺好玩的。然后中午大家聚着圆桌吃一顿热火锅，其实是冬天特别舒服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的理想可能是说我要当个什么家什么家，其实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一个生活家吧，就是你真的会去享受生活，享受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应该怎么过的，而不是每天忙碌奔波在上班下班的路上的这种感觉。